今天我是来欢乐乡，欢乐乡农会上午举办企业节以及农特产品扩展客源加值活动。欢乐乡农会也阁利用在地企业制成企饼，也阁开发出企业冰淇淋、企业饼、切片以及企肉茶等等一系列的特色农产品，现场买起抢抢滚。每年十月上市的企业是嘉义县高经济作物之一，生产面积629.58公顷。年产量6000吨，企业产地主要集中在欢乐乡，年产量4606公吨，占全县企业生产面积的80%。企业甜度高，口感脆，富含维生素 A、C、E， 会当加工制成风味真好的起饼、起肉茶、甲冰淇淋等等，产品非常多元。那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啊，这个柿子红了，医生的脸就绿了哈，那就可以知道它事实上非常营养。那番路香呢，也透过这个啊来做积极的品牌上的推动。全国企业产量上大的嘉义县番路乡，农会举办企业节活动，28号、29号登场。县府甲公所、农会合作营销番路品牌，透过展售、表演、歌唱等活动，邀请全国乡亲前来采购企业系列产品，活络地方产业的欢迎甲发展。这条路叫做159驾线。去到半田洋，去到大湖，一直到阿里山吼，蹦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对这沿线去的话吼，啊，阮伫番路农会吼、哦，承担了一个社会责任，就是讲吼、哦，遮做一个单车的中继站，啊，因来到遮吼、哦、休息以后，啊，食阮的气候茶，食阮的阿里山高山茶，甚至讲吼、哦、身体较好诶吼、哦，也当食阮的冰淇淋，安尼了后。结果吼，顺路去你到阿里山吼，所以我嘛得到讲吼，哎，后面的马拉松因的比赛吼，啊，拢买阮的起饼吼，去予这个选手吼，来支持他的体力吼，所以我想讲吼，食起也有足侪好处。28号登场的企业节活动，有来自各乡镇市农会的农特产品展售，也阁有番路出产的牛心漆、红漆、碧漆、甜漆等品种介绍，甲参观游戏，也阁提供企业食免惊、人条抢抢滚。副馆长吴宏明、番路乡长林清金、乡代会主席林宏谦、县农会总干事黄金如、甲阿里山农会刘明显等多位乡镇农会总干事，也拢到场为番路企业加持，别的营销场面闹热。新闻，新闻，柯亚宏，番路乡采访报道。